艾克的 Q 挺垃圾的。真英雄，哎，那个新英雄不知道算不算？新英雄不是也能两端？他就是艾克可以自己回收的时间卷曲区，相当于。我感觉那个技能真比艾克的厉害啊，纯纯艾克的上位啊。男英雄，人生就是战斗。男英雄的 Q 就是艾克的 Q 的上位，那个新兔子英雄，我完全的上位，完全的上位。一波冰刀，我懒得，不能推呀，推线可能。太恶心，拍一波冰刀 ，A 了两下冰刀，不会被抢了吧？完了，他好像还真被抢了。不是吧，灰原哀，别搞啊！灰原哀，他妈！这个眼会被塔看到吗？不会吧，这个位置好像不，这个位置好像不。这把是特别好打哦，完了，满身灰原哀能跑吗？快走啊！
slain. 我这波有点毒逼了，我应该早点。我多推他一波线才。什么？这波有点毒。我他妈的带点火的时候又团队，我带个BTP又这么毒，什么情况？我前面几把带点火的时候团队的要死，我前面几把带点火我这波一定会去，我不会多推那波线。但是我带TP我反而想多推一波再去。哎，好奇怪啊！带点火又团队，带TP又毒逼，妈的！玩的有点恶心啊。 几把下，一两把吧，不知打着吗？吃吗？一切得来不易，所以才有我的努力。
消纳物资啊，这么有实力啊。有些人穷的只剩下钱了。真敢来啊，辅助给你套个盾你不还是得死吗？就一定要吃，就一定不能等我把这个塔吃完再上来，他等我把这个塔吃完再上来不就能吃线了，就不想让我吃。嗯，我怎么又在吃塔皮？哎，我刚才不是在下路跟辅助一起在吃塔皮吗？哎，哦，什么情况啊？怪卡！哎，好熟悉啊，上路吃塔皮的时候。我刚才是不是零块钱出的门？我靠，快纳神！这波有纳神杀完，真的，这波有纳神杀完。好肥呀、啊！我有五十，吃吧，你们玩。刚好等会吃个肯大鸡，哎、啊，等会还有肯大鸡吗？没有了，这个点，等会没有肯大鸡了。哎呦，我操！我在挤你的那个，哎呦，一过去他死了，他没闪的，靠！小老板，哎呦，太急了，怕他走了。有送的吗？
分钟两个打野弹没出来，真他妈骚啊，夸张。17分钟两边打野，打野弹没烧完，太抽象了。徐总感觉能操作一下，好狗屎的状态。哎，我如果那个一不用拍他就好，我如果把他 A 死就好，浪费一个一去拍他，把我大招逼出来。刷个帽子，
把雷电卖了换法锤，等会得把雷电卖了换法锤，不然我伤害太多了，伤害太多了。是吧？感觉真能的是九三。我操！全力白。
我蜕变的脚步。 这就是那些，我只能说这就是那些。 真的假的？只不过在打黄金嘛，错了还。